哇，全掉！哇，看到了吗？整块掉下来了。有，整块。它就是先打卡液态胶囊，一颗呢是油胶囊，一颗呢粉胶囊。四面上，很少见到油跟胶囊，它可以包覆你吃进去的油，所有的油都可以，咸酥鸡的油可以，是真的很油，所以那个油包覆住，然后不要让你吸收，直接排掉。哦，全掉！哇，很快，整块掉下来了，有，整块。